想跟大家先介绍，就是我最喜欢的遮瑕盘。嗯，它就是日系，这盘很有名。有一次我跟我很多女人朋友一起去爬山，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到山顶的时候，大家不是要拍照嘛，就拿出了这一个。我想说，到底有那么好用吗？为什么大家身上都有这个？然后我就偷偷跑去买。然后发现哇，它真的超厉害的，因为它有三个颜色。这盘它三个颜色，你看哦，它最下面的颜色跟最上面的颜色，这两个颜色是拿来调色，因为每个人肤色不一样嘛，所以你可以拿来调色。然后中间的那一格的颜色其实非常适合拿来遮黑眼圈。对，我就是用这个。它是比较偏橘的暖色调。对，我就是用这边，就是每次起床，然后这边黑眼圈很重，然后就这样压一压，然后有时候没有上底妆，压完就可以出门了。而且它不管干皮、油皮用都不会，它不会很干。然后它很好用的是，它用完之后再拍气垫。哇，我就是拍气垫，然后它就是整个会更贴。然后有时候如果你那种痘痘很大颗，就可以用这种饼直接局部点上去就可以出门了。好，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厉害的腮红，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就是去韩国买。我就是会买他们家的腮红，买了10个颜色，然后它是里面最好用的颜色。对，我就只带一颗，因为它是唯一可以让我用完的，而且这是我新的，我上一颗是已经完全见底了。它就是韩国女生若有似无色哦，你看，但是它颜色是显色的。哎，你们真的要团购这一颗，这一颗是连那种黑肤，就是底是那种比较黑的，你不黑啊，也是很好的。真的吗？你换一下王少伟啊。哎，对啊，还是换一下。可以啊，下来。上去，脸真好忙哦，会有害羞的感觉。你过来这边上另外。哎，我觉得好紧张哦，因为它真的好黑哦。而且你的这个腮红搞不好比它肤色还白，没办法上色。而且你刚刚自己说黑皮肤也可以用的哦。可是我朋友是女生的那种黑，没有那么黑哎。那你把当女生没关系，好吧？我等一下重一点，很有杜丽慧来了。黑人可以来了，我来了。像8成，自己都在笑，有 feel 吗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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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有白啊有白啊有变白有变白，自然的。我没有要变白吧？他这明明就是。哎，你这样上网，我会爱上你。哇，我很感觉那种可爱的感觉。哎，真的有，真的有这种店员的话术练习。店员的话术，没有，我真的爱上你了，少伟哥。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，对啊，哇，牺牲很大。不是你们自己说，自己说是不是有变白、变亮的感觉？你是股东哦？没有，不是股东。那你们有觉得吗？有没有变亮吧？有啦，有感觉，有爱的感觉，有啦。这样也是有差。约会的话就是会加分。哎，你会买吗？才300多块，这 OK。然后他会爱上你哦。然后他会爱上你。对。我一定爱上你！在这一个部分，我就一定会买。是，有人想赢，会买。可是还有没介绍完的，嘿。我跟你说，是所有女艺人都会有的眼影盘，真的吗？可是我没有，你们都没有。好了，我有了。应该是说写真女星啊，写真。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那个年纪，这个牌子还没出来，要赶快去买了，买了才可以出，真的。好的，买了才可以变写真。对，要买了。跟出版社合作是不是？对啊，联名是不是？送一个眼影盘。哎，老师有，老师，哎，老师有，我们加入写真要，写真女星，写真女星，有吗？而且可以，真的，难怪我朋友私底下都说 Kevin 老师很帅。都说 Kevin 老师超帅的，真的要用这个眼影盘，对啊，真的，最后还是要带他。对，老师也有用哦，他是我的第二。他现在两盘呢，两盘。哦，我们要团购。那我现在要来试一下这个颜色给大家看。对，我先试用。哦，这是读哪里？牌子。Rome N 眼影。什么牌子？没听它是。但是没有任何眼影盘可以抵过这个珠光的。少伟哥脸好忙，这眼神。今天到底要多忙？腮红又眼影，有没有？有眼膜，超级正的。好妩媚哦，少伟哥，太漂亮了吧？你怎么了？我可以当写真女星了吗？可以耶。最后一个卧蚕笔。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明明出写真的在这边，啊，你都不示范，我是写真，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已经
可以出了，你是还不能出，我们要把你用到可以出。哇，好骄傲！我不可以出，应该不是只有脸的问题，就是脸，真的要锻炼一下吧。没有没有，其实真的是脸，真的是开心吗？我所以，我卧蚕一画上去就可以出，可以可以。他如果没人找我，我找你出，好好好好，我们的录影存证，我们可以合出一本，合出哇，要帮他扯，我好期待哦。双人野营，可以可以。双人写真，野营，然后你们的写真都在教彩妆，对对。那你要往上看，会不会笑一个？下个月就宣布还要出写真，对对，双人写真。哇，有没有？超哇，有哎，有哎，桃花漂亮的，你要画我？感觉有哎，对，会让你有些女生没有卧蚕，然后她上上去以后就让你。马上有那个卧蚕，然后卧蚕就是桃花眼的意思，但他现在就是你一上上去，男生就会爱上他。真的，女生的这桃花就是全部都是卧蚕。少伟哥可以出写真，可以可以，写真男星。可欣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。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？这么多影片可以看？你居然不知道？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。哇！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这个。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 OK OK， 所以哦。